送鱼苗来了。哎，兄弟，是被倒进来呀、啊？把这抹下了，把倒进来，倒到那块儿。啊，对，就那块儿，倒下了吧。太好，我说小，今天整点鱼苗来啊，给送来了，鱼食也送来了，水也抽完了，放在鱼苗里。水太多了。啥都有了，花莲白莲、李子、地瓜子。你的草根？草根也有，这里边有，全了，啥都有，给它拽下来。刚才他出那个，整点那个花莲啥，大的花莲。也够这吃的，他那出那吃的吃的。亚木河的没事吧？没事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缓还没点儿。也是杀一下。嗯，对，杀的。去年仨挑，基本上没打什么。给它抽平了这水。嗯呐，多注点。大箱得关上吧，得往前走到这个箱落去。慢点啊。带鱼的带胶送了，那个送了。哥吧，这有一个在那嘎的。一个在那嘎达，那也没事。逛逛。来，要跑去。有个事儿瞅瞅，挺好。还行，这鱼苗收的挺好。这家能晃晃的。钓点吧，不跳。一圈这行没有。那他是水里玩的，跟人是走道似的，比走道的快。跑了，哎呀，嗯。这就快喂的了吧？那是养了几天，那不，焦绿还是树？啊？树叶焦绿了。这边的树叶不用搂了吧？不用。